比顺物应情义，不义勿争。那就是和气啦。达以诸法之实相，为如来之实理。达以诸法之差别，这就是如来之宽谛。那人人哪会当用种种的方法啦，去了解呢？这世间实相，这就是如来的实谛。咱学佛啊，就是希望爱会当回归本性，真如本体，那就是实谛啦。这些一切诸法的真实相。咱若会当体会，这就是佛法的精髓。佛法的精髓伫倒位啊？伫咱人人的本心地，人人本具的佛性。咱知影，但是呢，安怎去发现呐？那需要。精明啊，啊，得和气。天地之间，万物道理啦，拢是真正的和。那最重要呢，咱众生啊，心迷啦，一念的欲起，无明法作。已经扰乱了天地之间，一切的生态道理乱起啦，那就不好了。啊，这种天地一切物以理，拢已经乱啦。安尼，咱人的心嘛。真如的本性呢，咱经过再较无法度现前，因为外面的乱象，是因为呢人的无明心所作乱起来，所以咱要回归啊，如来的真实地，那就难咯。但是佛陀。为一大事因缘啊，来人间，就是希望咱人人心啊无明烦恼啊，开始会当了解道理，来扫除无明烦恼。啊，要用什么方法呢？佛陀啊，一慈悲。应众生根基啊，所以从原来天地万物诶自然的境界真理啊，伊都系用种种方法，互咱来了解了解法的道理。不过呢，咱众生。啊，就是真无明，哪怕佛陀用尽心机，啊，要来说法度众生，但是众生心迷啦，所以啊，佛释迦牟尼佛不得不呢，就用种种的方法来示宽，莫非呢？就是要让大家人知道诸法差别，这个如来的宽谛啊，佛陀将种种的法，拢是出自伊的智慧，来跟咱分析，让咱会当了解
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的，除了天地万物啊，道理咱通达啊，咱会当敬天爱地，尊重天地，自然的敬重啊，咱必定呢，人心啊，回归呢，咱如来本性，所以。过有一段时间，也是甲大家安尼讲，咱必定爱将人间路，人间路爱铺予伊平，咱才会当来接菩提道。意思就是讲，爱先教咱做人啊，人若做得好呢，咱才有法度讲要安怎。行菩萨道，这呢，这些佛陀一开三性法，小性、中性、大性，这三性法啊，无不都是要来教导众生，从小性啊接触了佛的法。原来呢，因缘果报啦，了解素体法，人间的苦就是果啦。啊，这个果的因呢，就是集在迄个过去，那过去生啊所造作的恶因恶缘。就来伫今生所接受到的恶言恶果，即卖已经知啦。因缘果报，过去如是因，现在如是果。咱人生啊，即种造作的因缘果报。安尼一直伫咧交缠呀，啊，分袂清楚，这都是咱众生的迷茫。佛陀呢，看到众生遮尼正迷啦，所以要直接将伊生活的境界，甲大家人分享，大家人无法度通好理解。所以，从因缘果报开始，修来是苦啊！苦呢，缘的集，过去生，缘在现在生，现在生呢，搁在交缠不清啦，愈结愈深，爱恨情仇，安尼呢，都搁拖去后世。这叫做三世因果，这种三世因果啊，无离开呢素体法。大家人啊，到这个所在哦，知影啦，因缘果报可怕啦。修根基的人就停在这个所在，也那中根基的人呢，佛陀。除了素体法再搁再呢深入，你安怎来啊？人人都是呢，由不得自己来的这世人，那这世人呢，又是不知何去何从，所以佛陀呢，就爱搁再讲十二因缘法啦，予咱知影。安怎沿着这对的父母啊，来到这个家庭出世，甲这个家庭的人所结的缘，是好缘是歹缘呐？亲子的缘，兄弟亲族的缘，好缘呐，一家伙和乐融融啊！
这就是好的缘呐，结到这呢真好的果啊，所以大家人和乐生活。但是一个家庭的内底，兄弟姊妹呢，嘛有好缘歹缘呐。甲多一个兄弟姊妹较好，那甲多一位的兄弟无好，好兄弟姊妹之间呐，互相呢。争啊斗啊，这叫做逆轮不顺利啊。那佛陀就是要来教育人，启发人的悲心，所以大悲顺物应情义，啊，要安怎不以物争，叫人呢都爱疼惜万物啊。咱来了解呢，天下这个生态啊，咱来尊重、敬天爱地，尊重啊万物的道理，这是佛陀教育咱。安尼咱呢，才会当以天地人之间会当调和啦，这就是和气。人甲人诶中间和和气气啦，咱诶心都和气啦，都会当呢。天下万物拢总顺着物情，即物理诶情啊，甲咱人诶感情等等，爱汇合在一起，那就是和和气气，将人做起哦。所以那安呢，才当达于诸法之实相，诸法天地万物的道理，实相就是道理啦，真自然的道理，天地万物之间呐，这个实相的道理，佛陀讲这是如来的如实地，那就是咱人人本具啦。一真如本性，所以天性人性是真如的本性，那是天地万物之理吼。要那安呢？希望咱人人一旦达以诸法之差别，好来到人间，咱道理爱分好清楚，辈分爱分好清楚。这就是叫做人伦，老爸都是老爸，老母都是老母啊，老爸老母的老爸老母就是叫做阿公阿嬷，这种的人伦道德，咱若分得真清楚，自然咱会晓敬，咱会晓爱，唔通讲哦，啊老爸又是安怎，啊阿公又是安怎，那。阿公就是阿公啊，阿公就是老爸的老爸啊。那咱老爸呢？啊，咱就是囝，啊囝的老爸呢？那就是囝爱尊重吼，这种人生呐、啊，这伦理道德啊，这也爱会晓分别，对家庭伦理的分别啦、啊，自然呢，都对社会呢，并以为友情。对当和气，对友情和气啦，那对社会啊，天地之间对当顺这个道理啊。总讲一句，佛陀来人间啊，无不都是教育咱人人回归如来真如本性。佛陀就花真侪时间啊，安尼呢？甲咱循循善诱，但是众生啊，就是迷茫啊，执迷不悟，好多真慨叹。所以啊，咱过去的文啊，这中者惊怖吼，真惊，真烦恼，真怖畏，眼睁睁的。看到这个天下啦，已经呢五浊恶世啊，那人心啊，
大乱啊，一直咧造作真多嘅恶业，所以呢，规个地球就样样都要破坏去咯。所以呢，譬如做火体，火灾难从四面起啦，这个老爸啦，就是真着惊，真烦恼啊，不断火药。所以后来啊，就设迄个羊鸡、鹿鸡啊，羊鸡吼，伫门外啦，要应遮个囝呢，所欲追求好傲的物件，真个就是中者，这对囝的心，亲像呢佛陀呢对众生的心同款啦。用世间物来譬如呢，就佛法吼，那世间人啊，就是一直呢，在迄个物质的面顶，安尼在咧堆积啊，这个欲念啊，那修行者呢，也是同款哦，同款要安怎我所执着的，我要修什么款的法，会当赶紧。一旦解脱，有的人啊是要求福的咧，有的人呢是要求哦，等等啦，道理无真真清楚，干那一直呢听到都要求，这种的合法啦，那心会乱去哦。有的人呢就是将家己呢去信仰去找一寡呢。旁门邪道，有一群人，其中一个老爸呢，家境足好个啊，带着伊个囝来啊，这个囝啊，从细汉开始就比较比较低能哦，顶顶啦，嘛是求神托佛啦，同款个一直求啊求啊，求到这当阵呢。已经带来看卖了啊！带来看卖，我讲吼，你安怎啊？老爸就讲，即卖家真好啊！我讲是安怎会较好呢？伊讲吼，都带去做环保啦！我就问囡仔讲，你做环保欢喜无？有哦，欢喜哦！你伫遐坐条无？欢喜坐坐一条。对答足好个啊！哪有啥物代志呢？那老爸就讲，迄是都是即马安尼做环保，都较好啊。唔过吼，都还阁戆戆啦。哎呦，戆戆吼，比迄种做歹代志阁较好，都是较祝福啦。你看。亲像安尼去求啊求啊，细汉囡仔都是先天安尼来求呢，还是同款啊？还是爱有一个人的环境，要安怎让这个囡仔呢有一项的兴趣？虽然低较低能啦，不过呢，伊嘛有潜在的智慧伫咧啊。我问伊讲：“你是安那要做环保？救地球啊！那伊嘛知影要救地球啊？对答如流啊！哪有戆伫倒位呢？只是这个家庭啊，真富有，真多的寄托都要伫这个囡仔的身躯里。但是呢，因缘都是安尼啊，所以咱糊涂啦。”来甲咱讲真多的法，予咱真自然了解。凡事呢是由不得自己，但是呢，
咱爱家己做家己的主人，过去由不得自己的因缘，这世人的果呢，咱家己爱好好把握的未来呀。所以呢，有了因缘，都有得到的机会。也那是先那登去啦，那就是佛法的面前啦，也嘛是无法度。这就是咱啊，要安怎样会当做先？伫咱这世人，咱家己把握的方向，为什么袂当家己呢？亲身来做呢？佛法伫咱的面前，咱哪会袂晓好好呢？来接受这个正法呢？咱生活伫真实的人间里，咱卖生活伫迄个虚幻呐，求啊求你看袂到的物件。咱会当脚踏实地，甲人甲人的中间互动，你去付出，去帮助伊，伊得救，咱欢喜。这敢是真实在的代志呢？佛陀就是要教咱安尼啦，法爱家己了解啦，道咱爱家己行啦。所以呢，这个羊机、鹿机啦、牛车呢。譬如呢，这个三性小乘法，虽然听到佛的教法，伊敢那知啦，但是呢，无法度发大心。中性的人呢，了解道理啦，但是呢，伊保护自己，唯有大性呢，会当自度度人呐、啊，这种自觉甲他。各行圆满，所以讲，譬如羊啊、羊车、鹿车，你想迄只羊啊呢？甲鹿啊，拢是脚遐尼细只啊，你何伊拖车？那拖会行呢？牛车呢？你看真稳重哦，牛拖着车，后壁载遐尼侪啦。四只脚呢是足有力的哦，稳稳啊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牛到车也到啦，这呢自度度他，这三机吼、哦，这是三性吼、哦。那应机祷告佛陀呢，是看咱众生所欲追求。啊，那无迄个气力啦，佛陀都可以鹿机啊、羊机吼，也那是有缘有力啦。佛陀呢讲大乘法，那大乘法发宏愿呐，那这下就行大得多，这都是大乘法。随各种的根基所好呢，佛陀呢。就应因的根基施教吼，这都是佛陀的智慧啦。所以，殊令众生啊，随其所好熬受用，都看恁需要什么，恁的能力啦，是到什么程度？我讲安尼的法，和恁家己去试吼，这个三性法啦，那。根基较悬呢，当然伊就是骑牛车甘愿呢，拖一台牛车。根基若较细呢，哎呀，我牵一个羊仔车都好啊。这呢，这是随因的根基，随其所好熬受用吼。那这是修行的方法，所以啊，诸法呢为一心实相。其实佛陀来人间说法的目的呢，干那一项代志，一心实相，就是回归大自然的真理，回归呢人人如来的本性，这种呢唯有啦，会当体会的人为心会。
根基较悬的人会当体会佛心，因为呢，佛陀讲《法华经》是拍开伊的心怀呀，那痛言伊想要讲的话，这呢就是佛陀伊的智慧。但是呢，这只是讲出去，对方呐，伊会根底会当接受到，那唔是。用眼算的，安尼伊就有法度。那用讲的呢？听听有无？有啦，有啦。啊，你是听这个法，那了解无？我慢慢啊来体会啦。这种的慢慢啊来呢，就是心听法，并无有入心啦。亲像安尼听法的人是足多哦，吼。总共一句，咱学佛啊，咱必定呢最需要的，要安怎启发咱的悲心？咱若悲心启发啊，才会当同体，以天下众生为一体啊。咱会当敬天爱地，以天下众生呢共生息。那安尼呢，人间才会和气啦。世代才会调和啦，这呢就是回归咱的本性啊！啊，佛陀的慈悲为着咱呢，这根基无同啦，所以伊爱用差别的方法吼，那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还用这个前后次序呢说法来甲咱调教，所以这叫做宽地。所以咱即当阵啊，嘛是拢爱用宽卡方便，哈，说种种法，互大家人呢会当集在一起，再来改调方向的真实法，立人群中啊去付出。总讲一句，人人啊在佛法中爱把握时间啊，时时爱多用心啊。